Hello L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Ozone。我们心中的地球，我就可以结合我们大家 Ozone。你说你要画，先画一个感觉是地球的那个表面表面。我觉得可以天马行空一点。那我画一个小宝宝，他是独角兽的。OK， 创新。没错没错。给他那个脚，给他那个脚，给他个脚，给他个脚。我画了，我画一棵树，画一棵树给你。我画的蛮好的吧。哎、欸，有像素，有像素。OK 啊、哎。太阳。哇，你的太阳有点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人造卫星。地球的外圈有很多人造卫星在飞来飞去。我想要画爱心。哎、欸，可是地球没有爱心。地球有爱心。天马行空。这是人类的理解。天马行空。你在画欧总对不对？哪里？这就是欧总啊，臭氧层啊。哦，对。他帮我解释了。好了，我觉得是把颜色着起来好了，把我们地球变生动一点，感觉这地球充满了爱生机与光芒。哇！他就是上了三个色而已。对。我们是拯救地球的超人。哇，好可爱哦！拍到我都说不出话来了，有点丑。江江，地球，这一个小狗狗，我给它加一个披风。小狗狗，还有一只狗。和我们一起让地球更美好，追踪还有台湾，看更多。